我们在瀑布镇待几个晚上？三个晚上。移动了。我们后面那是什么山？Tapi ni yakin.对，这个越上去越漂亮哦。好哇！现在这个群山环绕，必须得走上去。那个是冬天的那个滑雪缆车。哦，滑雪缆车。对。哦，可以从这里滑雪。哎呀，啊，然后坐缆车上来。哦，他要上去上面滑耶！你看，从那边滑下来的。对。因为这一个真的是很像滑雪场。我的话也是走这条路下来。是啊，就只有这条路。那个原路折返哦，原路折返，没有第二条路。OK。小曾，你说上一团是去年的？哎，没有，六月份那团。哎。美的。所以刚刚在因特拉根的时候，小曾就催促大家要走。哦，今拍谁了？必须得留时间在这里。值得的，值得的。变四个了啊！哎，妈妈在家。那变五个，变五个。啊，五个了。小仙女集合。真的绝美哦！哇！哇！好美的。这种大景哦，别处没有。这个王雪山前进的那种 feel， 人间仙境不过好漂亮啊！最大的大景就这样子，对，人间仙境。啊，预计真的很好，可以看到全景。
飞斯的步道这么美。请上座。你们两个请上座，你们坐坐完换我坐。你后退一点。啊，这里你看，后面那个这里好漂亮哦，群山环绕。等我来拍一张最美的。OK。当遇到好天气的时候，这个菲斯特啊，真是了不得啊！菲斯特是那大景就是这样子。Hello。Hello。台湾的白月没有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么漂亮，有这么漂亮，差很多。对，至少没有这么群山环绕的雪景。即使有很危险，对，它就是危险。还有我很短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而且一路上有这么好的风景，好的人。这是好事吧？真的是水感大景。你看从这角度看下去哦，哇塞！好喜欢水啊！我故意的，我要拍他在，对，那个对对，从相拍，来我来拍，我来拍。哇，你看这个角度哦，哇塞，你看。啊，那个湖水有没有结冰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要猜测一下。有没有拍？有没有拍？超级美哦！你们去你走后面。哇，这个地方叫做菲斯特。啊，太壮观了！上面有三位美女。菲斯特美女。是啊，菲斯特美女团。是的。服气了，我就想自己都好，就是啊，这我好奇。他自己也很高兴啊，他自己也很高兴，小生也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，谢谢大家都高兴耶，谢谢，太厉害了，大哥开心吗？啊，这个大景真的是很难得。它是那个，就是秀秀秀的，就是八爱浪嘞，浪爱浪。豹哥幸福吗？幸福。美满吗？美满。美满。来，我们来这里拍一下这里这个角度好。好，来拍，很多牛拍，等我一下啊。在这里。
Hello。好帅吧？帅呀帅帅帅，多帅呀！来我的乡亲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声这么走，不要进过来当鬼。我看这压力，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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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退后？退后，两边退后了。不要再往前了，两边太急了。OK， 今天运气好不好？看见。小的，你的鸡草也那个，他那个是优格，没关系，可以舔着，舔着吃就是。啊，这个是谁？雨成下雨了。下雨很好啊。下雨的时候，刚刚就挂在这里，一定是有人。哎，我们在穿裤子，你还到？这个就是很自然嘛 ，nature。好了，各自回去了。下雨，今天收获满满，很够水了哈。对，很赞。而且老天爷有给我们一段好天气。对呀，对。现在才下雨。录影都没看到你录这些嘞。有了，我只是没有剪辑很多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克服了种种难关。看到什么？哎，花怎么出现了？我看到荷花了，我都等着花呢。这大景真的是太美。对，真的太美。一点点透出阳光。是。嗯。你跟我是垂直的关系。赞。快到了，等等等等，瑞士国旗。我很漂亮，很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害怕，不要看下面就不会怕。滑手机，他很聪明呢。你勾完之后，再下一次他打勾了，你就。哇，我们的里里外外的并不是这样子。你看外面的 view， 哇塞！来，转过来哦。这是我们少女峰山区最棒的晚餐。三、二、一，再要结婚哦。OK， 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再餐来了，餐来了，赶快先把这个。
炮哥，谢谢。谢谢炮哥，谢谢炮哥，耶！谢谢炮哥报道，谢谢。整个村落都没有半个红绿灯啊，很稀奇。啊，清晨7:10长这样子。啊，正前方就少女峰了。啊，这个是瀑布，瀑布镇的第主要瀑布。大的背山，我这个云里雾里，这是瀑布啊，壮观！这什么瀑布？瀑布镇的瀑布。哇，上船了！这个湖叫做 Brian， 是布里恩茨湖啊。我们去看爱的迫降的码头。第十五，第十五。迫降下，啊，这里有爱吗？有，哎呀，太完美了，跟田径时光，太幸福了，真的好幸福啊！接过，接过。